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那这个影片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来用这个 Gamma Coupon 来合成红变。那我们要讲的是红变之前的这个先决要件，首先就是呢，你要有蓝变。OK， 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把这次活动的这个卡片呢，全部都把它打开，然后呢，待会来做合成的这个动作。首先我们先看的是娃娃抽卡，那这边总共有14张，7张娃娃，7张这个变身的这个高级抽卡，我们看有没有机会直接中蓝或者是直接中红。哎，闪电了，但看起来是个假象哦，假象。再来看第二张，这看起来不妙啊，看起来不妙，应该是没有机会。果然又是这个什么希尔戴斯。第三张有没有机会呢？哎，绿变一张，绿娃一张，好像还可以。这个应该是没机会哦，没有猜错，狼人一张。再来红变闪红，没有，闪的也是假的，又是狼人一张。然后再来吸血鬼，哇，很常出现，而且闪红了，那就是旁边那一只希尔戴斯，不是，不是希尔戴斯，艾雷克啊，这个是假的，假的闪电。再来有特罗斯，哇，这个对近战来说是很好的一个角色啊。哎，第二张绿色的，还有没有机会啊？看来今天最好的就是绿色了，是不是？白的，一堆高级卡抽白的，哎，又是白的啊，不意外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待会呢，后面会来把所有的卡片来合成，啊，那这样子就有一次的机会来做这个红变。就算我拼红变拼失败了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样子我就有可以用这个 TJ Coupon 的这个门票了，对，所以有 TJ Coupon 的话，就是有两次机会合红的意思。盒子也是一样，合金也是一样，哎，没有蓝变，哎呀，好可惜啊！再来，等一下我调一下那个声音，来再继续抽，红。没机会，应该是妖豆是吗？没有，毒打马拉妖魔最后一张。我这个是超想要的，那个艾薇啊，荆棘公主超想要，没有抽到，可惜啊。好，那这个角色的高级变身卡基本上是抽完了，然后给了两张绿变，然后一堆的这个给了两张绿色的，然后一堆的白色的，没关系，机会可能在后头。待会来看一下，我们来换角色，换回我的这个近战龙斗。那我希望待会的这个抽卡呢，能够出现有蓝色的，这样子我们就有门票了。人多有点卡，好，来，一样，我把我的这个卡片把它解除封印，解掉了。来看一下第一张。哇，有很多红的哦！这个是荆棘公主跟那个欧瑞绿，哎，可惜了，食人妖精肥肥一只，白色。再来第二张，有机会蓝的哦，应该至少也会给个绿的吧？哦，对，有优卡一张绿的，还要我再次确认就对了，亮两次。来，再来第三张，哎，这个有伊斯蒂枪，不错哦，可是应该没机会的，看起来是白色的啊，不妙。好，再来，每一次里面都有红色的哦，但都是假的，这个是闪太快哦，甘特，哎呀，没机会，来。这个是，什么雷的？还有那个反王，
格力特是不是？再来，巫妖，这个是换娃娃了哦。哎呦，闪红的了，那应该是右边那一只，蛇女，哦，猜中了，100%命中。来，再来，有没有闪红的？这个没有机会了。幻象眼魔，我也有了，重复，他当然不会给我。来，再来，是，应该也是白的。最后2张哦，巴丰特跟这个伊芙利特，哎，高伦石头罐最后一张，来直接开了哦，这个几乎都开不到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合成好了哦，把这个希望放在最后一波。好，那如果今天运气好的话呢，直接来拼了，看有没有机会直接拼哦。啊，那全白，白拼全白。机率也太低哦，一张绿的还可以，啊没了，绿娃只有3张，少一张。我们来看一下我变身的部分，又是白的，我看今天运气真的不是很好，看来没有哇，真的都没有哎。好了，那剩有这4张，我们就来拼一下，看有没有机会啊。啊，这样上去的话，如果有中的话，这样上去如果有中的话，我就有机会，去拼一次这个。蓝变红变，好，那有红变呢？如果我去抽了之后，那下一次的这个 TJ 优惠期，应该说 Gamma Coupon 啊，它就有机会了。所以中了，哇，哪一只？重复的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不错。好，那这样我有4张了。好，那我决定啊，因为今天的运气真的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决定挑个良辰吉时啊。再来合这个，那如果说像你现在还没有合成这个红变啊，或者是紫变、金变过的话，你可以趁这个时间，去合一合。当然能力范围啦，如果有的话，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游戏的二手市场已经这么低了，大家自己考虑一下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呢分享到这边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